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折一个漂亮的信封。首先准备一张长方形彩纸，我这个是 A4 纸一半，先把一个角这样对折。再把上边部分沿边向上对折，打开。把下面像刚刚的横向折痕处对折，打开。再沿刚刚折的折痕对折，翻过来，两边这样对折，打开，把两个角向中间对折，翻过来，把这个角向上面横向折痕点对折，翻过来，把这个角向上撑开，这个角向下对折，再把这个角向下对折一点，这边同样方式折，翻过来，把这边沿心形边这样对折，另一边也同样方式折，向上对折，打开，在这两边涂上点胶或者双面胶，再对折压紧，把线装进去，用胶粘上，这样一个心形信封就折好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